脑标风光的，叫做 Destinasi Impian。OK， 它的作者叫什么名字？你要写给他，叫做 Muhammad Ismail Sabini， 这个是他的作者。Alright， 然后你就说 terdapat beberapa nilai mulia yang telah dipaparkan dalam nobel ini。OK， 在这个 nobel 里面有几个 nilai mulia， 然后你会问我老师什么是 nilai mulia， 有没有学过呢？很简单。你要模拟呢，一定是在你的 COMSAS， 你的那个所谓的参考书，我之前先给一张纸那边有的 ，OK， 那个本当公交啊 ，Bertigari， 那个所谓的那个 Rajin， 最重要是写这个字，塔巴，什么塔巴？坚强。你看一看这个第一个 ，antara nilai mulia yang terdapat dalam novel ini ialah kecekalan。你每次写那个 nilai mulia 的时候呢，你的不管你是 form one 的 novel。还是丰富的故事，你都是有讲坚强这个东西。那时候你可以看到坚强 ，ke cekalan 这个字。contohnya 作为例子 ，Johari cekal，OK，Johari cekal， 你可以讲 tabah，tabah 也是叫坚强。Johari cekal berhadapan dengan berbagai cabaran dalam ekspedisi berbasikal，OK，Johari 非常的坚强，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在自行车探险那边。bersama-sama dengan Azrina dengan Fitaus， 如果你记得这个故事，大表哥叫 Johari， 有印象没有？这个故事我分完的，大表哥叫 Johari， 有一个所谓的表妹，不是表弟，比较娘娘腔的，我们叫拿北，还记得吗？娘娘腔的叫做 Fitaus， 还有一个所谓的那个妹妹表妹叫做 Azrina， 她比较 man， 她比较运动，比较 sporty， 这个大表这个表弟呢就比较拿北 ，alright， 所以他就讲，虽然 Johari。跟阿吉娜还有皮头这三个骑脚车去巴代摩利遇到很多挑战，但是他们很坚强面对。总之，你写你的努力坚强，你一定要放传播，而这个传播一定要在故事里面有的。你不可以自己讲，乔哈利跟我一样很坚强，不可以。你要讲乔哈利在这个故事里面很坚强就可以了。总之，故事里面有什么你写完了。OK， 然后第二个 slide two， OK， 第二段 slide two 有一个你的努力勇敢 berani， 可 berani， 这个也是你的努力。OK， misalnya， OK， 我们在这个作文里面有 nilai mulia， 这不是作文啊，对不起，这个是 novel 罢了。Alright， contohnya misalnya， Azrina 这个人很勇敢的去对抗他哥哥， Azrina 是最小的一个表妹，他勇敢对抗了哥哥，叫什么？飞到死，飞到死。Yang selalu menerungut， 什么是 menerungut？ 埋怨，嘴巴一直嚷嚷嚷嚷嚷埋怨。Dan senang berputus asa。什么叫 berputus asa？ 你可以写下去，放弃。OK， berputus asa 的意思叫做放弃，又埋怨又容易放弃，所以这个所谓的那个哥哥呢，比较容易放弃的。OK， 啊 ，berputus asa 叫做放弃。OK， 然后下一个 ，sewaktu menjalankan ekspedisi berbasikal ke Pantai Mori， Pantai Mori 是他们最后的终点。OK， destination。然后下一个 seterusnya 最后一个，你可以写 aku sekali， 你也可以写 seterusnya 没有问题的。seterusnya nilai mulia bertanggung jawab 就够了。你就讲有一个人非常的负责任，谁负责任？就是大表哥啊，跟那个表那个妹妹 Johari 跟 Azrina， berasa bertanggung jawab 很有责任感的，干嘛？来改变 mengubah sikap Fitaus， 改变 Fitaus 的态度 ，yang bersikap keberempuanan。perempuan 什么意思？ perempuan 什么意思？女生，但可不能关那呢，就是他是男生，但是他态度比较像女性化，所以是比较拿扁。我跟你讲过一句话，就是一个男生拿扁起来比女生更女生，你们女生都不会这样做的嘛，对不对？一个拿扁啊，都还要看那样子玩的，对不对 ？Alright， 做好这样子比较女性化。给 supaya menjadi seorang lelaki yang berani dan tahan rasa， 就是大表哥跟妹妹希望通过这一个探险。让这个所谓的 Fitaus 变成更 man 一点，对不对 ，Edwin？ 对。Very good， 就是这样子的态度了 ，OK， 就这样的意思 ，OK， 好了，所以我们搞定了这个东西了，我们回去看 A、B、C、D 的部分，大家请打开回去第一面 ，OK， 为什么刚刚突然间要跳去看投票呢 ？OK， 不是因为要知道答辩，是要让你们写一些东西 ，OK 。好了，我承认了，是因为我要答辩。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 ，OK， 我们看第八题。OK， 好了，来我们看第八题啊，来，好了，第八题全部人 OK 啊 ，connection 没啊 ？OK， 真心读过了，宇哲读过了 ，Even 也是读过嘛 ，Even 也是读过，哇，每个人读过，那不用急，再读多一次，今天读第八 ，Aya dan Adik。Aya dan Adik sedang mengumpulkan buku latihan-buku latihan lama untuk dijual di pusat kita semula。Very good， 谢谢你。
现在我给你答案 boy 错，OK，搞定 B 是错，我给你一个 tips， 每次我们讲 Jalan Raya 一条马路，很多很多个马路，我们叫 Jalan Dash Jalan Raya， 这个是一个，对的，这个是很多个，对的 Jalan Jalan Raya， 现在写在 group chat 那边给我讲这个 B 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等下去你们知道 ，OK？ 在 group chat 那边，这个不顾了，别喊错，我们要改什么？这边的参考，来，这边的参考，你自己看 ，Jalan Raya 是一条马路，很多条 ，Jalan Jalan Raya， 你这个第八题，不啊？哎，不是，要怎么来啊？喏，不顾了，别喊，不顾了，别喊，小，八六位。 准备，OK， 同样的道理，很多别的事情，别的事情，事情叫什么？反正事情，哎，你每次在学校问，哎，不好，你在学校边，有没有？<笑>来，事情叫我，我先到今天，来，我们，啊，叫别的，别的哈，别的事情哦，两米熊跑过来，以为我在喊你们的，别的事情叫我。 嗯，来的是，哦，干，来大家，别的事情，人民别，其他叫我其他，拉印，拉印，这个是好拉印，像很多其他事情叫什么？根据这个一样讲法，你看，英文，好，然后，你看，加拿大，好吗？加拿大，加拿大，拉印吗？好，啊？ 当当当当当的，这个是加拿大语吗？对不对？像这个呢，那是别的事情吗？像很多别的事情叫我。好，你看这个加拿大是不是变了两个？这个加拿大语放一个嘛，对不对？这个好呢，你可以改变为两个声音。啊，这样子哦，明白 ？OK， so 大家其他人写在 group chat 给我。 我第八题的只有真实一个人写罢了。请问，如果我讲第八题答案错的是 B， 应该要正确 ，based on 这一边，第八题正确答案应该要放什么 ？OK， 不顾了，点汉 dash， 不顾了，点汉错，我要改去什么？啊，今天对了，真心对了 ，good， 所以你们懂答案了吗？对不对 ？OK， 这个对了，你写的好好来 ，OK， 其他事情 ，All right。 So， 那亮伟对了，板奈啦，一泽对了 ，good， 其他人 ，OK， 其他人来，第八题，所以你的答案也是哦，所以你的答案了哦，我那个第八题你的答案你要改去什么？不顾，嗯，不顾不顾，蓝德汉嘛，对不对 ？All right，So 答案是不顾不顾，蓝德汉板奈，yeah， all right， 好，搞定啊。 其实我手很长哦，我已经很尽力哦。来，好了，所以我们看第八题答案是 boy。OK， 第九题，来，第九题我们看啊，换一换来读，雨泽读一读，舍舍灯啊。第八题答案是 boy 啊。舍舍灯啊，舍舍灯啊 ，murid sering menghabiskan masa di pusat。 Berlibela pada masa terluang hingga melalaikan pelajaran. OK， 好，这个第九题呢，如果你看了 A、B、C， 如果你觉得错，你就圈起来。 OK， 第八题是 boy 啊，第九题，一部分的学生叫做死死灯啊。OK， 我们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学习一部分的同义词。你要去换了同义词，你每次讲死死灯啊，我们叫一部分。 OK， 这个叫舍舍灯啊，雨泽看到吗？这个字，雨泽，你出声音看，看到吗？舍舍灯啊，会不会很小个？闹笑，雨泽，他要讲看到的话讲看，不会，就关了自己的声音。OK， 来下一个舍比浪漫一部分，舍格林丢一部分，雨泽你看到吗？一点，看到，然后还有一个舍拔。 的爸爸一样，加上去，这些都是一部分的。你三个，你三个，你什么三个都是一部分。OK， 好，那去这个一二三四都是叫做一部分。
OK 好，我放下你的手先。 OK， 草鸟的安举手，这个一部分的同义词。Sebagian, sekelintir, sebilangan, sesetengah. OK， 两位草鸟，我两位给啊，两边一起抄啊。所以第九题呢，左看右看呢，他讲那个一部分的学生 sering menghabiskan masa di pusat beli belah， 一部分的学生时常花的时间不浪费在门巴修看，menghabiskan是花费他的时间。 在 Pusat Beli Belah pada masa terluang， masa terluang 是什么意思？的过没事做的事情。 Okay， tinggal melalaikan， melalaikan 就是没有去注重他的学业。 Okay， melalaikan pelajaran 是没有注重他的学业。所以第九题 nothing wrong， 懂记。第九题是 懂记。 Okay， 第九题是 D， 没有错，任何一个错都没有。第九题，来第十题，凯宾读第一个的 keharmonian。 Keharmonian negara akan hancur jika tiada perbantuan antara masyarakat. 他就自己把声音给 mute 了，有听到他讲吗？听不到是，他把 masyarakat mute 了。 OK 啊，所以 没关系，回来这边就是说国家啊，今天我们这个字这样子的。 OK， 我们有一二三四，它每个字都有一个重重复的一个字叫做 hancur。 这第一个字你可以看到，国家的和谐会毁灭，如果没有和，没有团结，所以"汉丘"这个字有问题，"汉丘"这个字有问题吗 ？OK， 没有问题，第一句是对的 ，OK， 我这样讲，第一句是对的，"汉丘"叫做破坏，"汉丘"叫毁灭，所以你看到第一个是对的话，你的答案就剩下什么 ？A 和 C， 为什么 A 跟 C 有什么？有第一个吗？对不对？所以你答案剩下 A 跟。 抓哪里都好，你没有专心都给我抓到了。来 ，A 跟什么？哎呦，本来有的，这不是 A 跟 C 的？第一个是A跟C。错，因为第一个是对的。你看第一个有 A 跟 C， 专心点可以没有？哎呦，哎呦，给、来，我们看第二个，来，我们再看第二个啊。Biskut di dalam barang itu hancur，哎呦，karena barang itu terjatuh， 就是那个饼干，讲讲呢？ 汉丘了哦，饼干汉丘毁灭了饼干，这么夸张。OK， 未必对的，未必对的，我们再看一下先。OK， 第三题，汉丘 hati 就是那个人心碎了。Apabila， 所以讲多一次，汉丘 hati jana apabila acuan memutuskan pertulangan mereka， 什么叫 memutuskan？ 断，弄断它。什么叫做 pertulangan？ 就是他的跟他的之间那个所谓的，有没有听过未婚夫啊？有听过吗？ 未婚妻、未婚夫有听过啊？本杜兰干是什么？注册结婚那个，注册啊，对啊，对啊，注册啊。就是说他跟他之间要结婚之前，他们要注册，可是他现在讲我要 stop 掉了，就是说我不要你做成我的未婚夫啊，或者是未婚妻，所以本杜兰干是 stop 掉，所以他心碎了。所以第三题也是对，哎，一又对，三又对，这答案又没有一跟三哦，哎，所以是一、二、三，所以第十题应该是 C 才是正确。 汉丘阿弟是心碎，这样我们看这个所谓的第十题答案是 C， 这样最后一题呢？第十题的 Oh my God，OK，、okay， 忘记一个重点了，等一下啊，我找一下啊，来继续 ，OK， 所以第十题是错的 ，OK， 什么门清不拉的干子啦，汉丘，不要讲汉丘，我们讲 Musna， 所以第十题答案是 C，OK，、okay， 第十题答案是 C， 来第十一题我们看一看，第十一题换一换人来读一读啊。 来，亲爱的 Evan， 读第一题 ，kerja kerja memelihara。 Evan， kerja kerja memelihara bangunan bersejarah akan dimulakan selepas mendapat kelulusan daripada pihak kerajaan tempatan. Very good， 照顾这个所谓的历史文物 ，alright， 照顾这个所谓的历史文物的这个工作会开始，当他得到那个政府的批准。 OK， 门门里哈勒是照顾那个字哦，那个门门里哈勒。另外一个字来 ，terdapat penduduk kampung yang masih memelihara binatang ternakan sebagai sumber pendapatan mereka。还是有一部分的那个村民是养这个所谓的动物，养殖业。有听过养殖业吗？有听过养殖业吗？就是那个所谓的养动物来卖的，养鸡六种，养鸡、养牛、养羊，还有什么？养鱼，还有一个。
猪还有鸭啊，这样子也是可以，就是要养殖业，养殖业是这样写的啊。OK， 就是让你看，哎呀，可以。哦 ，OK 啊，来，等他看，叫做养殖业。好，下去。OK， 养殖业好了，所以我们继续啊，第三题 ，OK， 第三题，来，君文读一读第三题 ，permakanan。Pemakanan seimbang dapat melihara tubuh seorang daripada diserang berbagai penyakit. Very good, 就是说一个均衡饮食 balanced diet 可以好好的去照顾一个人的身体，不用得到任何病。Diserang 是什么意思？就是被攻击。有听过英文字 heart attack 吗？什么是 heart attack？Heart 是哪里 ？Heart 什么意思 ？Heart，H-A-H-E-A-R-T， 心脏 ，Heart 是心脏 ，Heart attack 就是心脏攻击啊，所以说心脏病咯。所以 diserang 是可以用的。OK， 所以第一题、第二题也是对我。我们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好像对我。这我们看埋第四题，我们看埋这个是第四题先。第四题 ，kelakuan ketika berada di tempat-tempat awam， 就是说你在那个大庭广众叫做 tempat-tempat awam， 每个人看到你的地方呢，你的那个行为啊 ，kelakuan 是要去行为，必须要好的照顾 ，OK？ 所以不应该写 kita memelihara， 这个错，要改去 kita pelihara， 因为如果你放 kita memelihara， 你要把 kita memelihara 放在一个句子的第一个字，所以错的是 memelihara。OK， 要改去 pelihara 第四题 ，OK， 所以答案还是 C， 第十一题依然是 C， 第十一题依然是 C，OK，、okay, 我再讲多一次啊，可乐罐哦，就好像你们的成绩单啊，去测啊 ，OK， 他们会讲你的分数之外，也会讲你的那个课外活动，然后也有讲这个字，可乐罐就是你的行为，问如果你行为好，就可乐罐白。行为不好的话，可能跟提到我们 Moscan 咯，提到我们 Moscan 就说不令人满意咯。给我们看第十一题答案是什么？答案是这个所谓的 C。OK， 我们讲完第十二、十三、十四跟十五，我们就可以 stop 了。OK， 我们讲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还有四题罢了。OK， 两个全部看纸张了而已。那我们看第十二题，我们看一看第十二题，非常的简单。All right， 他讲有一个 Plaza。叫做 Plaza Mutiara， 它放在这个警管警察局跟那个 bus station， 那个 station bus 那边就是巴士站。So 这个 Plaza Mutiara 位于在那边呢，有错误吗？有，这个东西错。第十二题，如果你觉得这个横线，这个 underline 的这个字是对的，你就全懂的，因为这个跟上面的东西是一模一样。你看 di Antara Balai Polis Dan Station Bus， 下面的东西也是 di Antara Balai Polis Dan Station Bus。但是第十二题的 A、B、C， 如果你觉得第十二题的横线是错的，你就选 A、B、C 来回答。我告诉了你，答案不是懂题，所以一定是错的。来，其他人给我答案一下，放在 group chat 那边，然后你们也给我一下。如果我讲这个 Plaza Mutiara， 它是位于警察局跟 station bus 的中间 ，OK 的中间，所以答案要放什么 ？A、B 还是 C？OK， 亮伟给了，真心给了，他每次这两个给挂了哦。其他人呢？还有今天也是很给的。来，那么，阿婷，现在讲到第十四题了，对不对？你看哦，你看哦，他在做什么？是 OK？ 啊，你想男朋友啊？是不是？多少个男朋友？想这些男朋友？哦，是这样，也跟你讲想这男朋友是，然后讲 which one？ OK？想男朋友吗？哦，哪一个？很多个。来，好了，亮伟讲了答案，郑兴讲了，新田讲了，宇哲讲了，凯宾讲了。哇，两个人对罢了哦。OK， 两个人对罢了。那很简单，一句很简单的道理。OK，Adeline 站在这个所谓的一节跟宇哲的中间，我们叫 Adeline berdiri di antara
IJ dengan user, alright? So 我已经讲答案给你。 OK, 所以答案是C, 因为它是位于一个地方来的。所以 Plaza Mutiara 的答案 D, Antara 是对的。所以第12题答案是C, 它在那个所谓的这个跟另外一个直接要放等感，两个人做比较的要放等感，你可以到我讲吗？ Thank you, Ernest. OK, 好，谢谢。所以第12题答案是C, Adeline, 你不要怕的，你做什么位置都好，只要你不专心，你也是被我抓到。你看 Ernest, 他是不专心，但是他做的不明显。你是那种是放空哦，人家也是会打在瞌睡啊。可是你，你是直接，你眼睛都不是看，但是你已经看到别人了，你讲，哎呦，可是艾文斯他不专心，他看不错，我们不懂他不专心个，很神的啊，他是不是那个照下这个写下这个，很有写东西啊，但是你很努力进步的不专心，是不是？ 哎呀，来第12题答案是C，尽管没有办法，他坐我面前，因为我一定要找一个人看到我，一看，这样他就可以看到我。哎，你肩膀是一直打瞌睡，他戴口罩，安全帽啊，他打到几块的，没有人知道。来，我们看第13题，OK， 第13题来换人来读了，来我们换一换，来第13题讲白多3题罢了，亲爱的真心来读第13题 ，Saya harap。 Saya harap saya akan berjaya dalam ujian matematik pada kali ini, kata Peter. Okay, Peter 自己说，我希望我会成功在这个数学考试里面。哎呀，这样简单啊！OK，你们也希望啊。数学越来越难了，我跟你讲，我你们班的真的风花风度数学的是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真的是很难。因为以前的风花风度数学太简单了，你们这一我不懂这么这一派学你们的，哎呦，很难的风花风度。 OK， 那我们看 Peter 说他希望他可以再成功，在这次的数学考试。所以我们看 A、B、C、D 哪一个比较恰当，哪一个比较恰当的，哪一个比较适合适当我这个第13题的 ？OK， 等于读第13题的 B。 A 读好没？你要质疑我的问题了吗？你要讲老师还没读 A 啊？啊，不专心。 OK， 好，来读 A， 等于读 A。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已经，下次我开 live 给你，Facebook live 给你。OK， 来，大家读 ，Adeline 干嘛？OK， 阿嘎，来。OK， Peter 希望他这次的考试 ，Sorry， 他的数学考试可以成功这一次，应该是正确的 ，A 应该是正确的，把我们再看，冷静点啊，我们再看。 유저도 비자 피터 야킨 피터 야킨 bahwa dia akan berjaya dalam ujian matematik yang dihargakannya pada kali ini. OK， 这一题听错，为什么？他讲 Peter 有信心，他会成功在这次他所希望的考试里面，他一定会成功。So B 应该是错的。OK， 야킨 嘛 ，야킨 是有信心的，可是你看你去四三题那边就讲着我希望我考试可以成功，我希望哦。 而不是我有信心，我一定可以哦。Alright， 所以这个 B 是错的 ，B 应该是错的，所以答案应该是 A。 但是我们再看完 C 跟 D， 我们做人一定要好好的细细心心的看看完它。OK， 来我们看下一个，今天读 C 的 Peter Mengater 看，今天读 C 的 Peter Mengater 看。 Peter mengatakan bahwa dia berharap agar dia akan berjaya dalam ujian matematik pada kali ini. Okay, Peter 说他希望他这一次会成功在他的数学考试. Alright, 所以 A 跟 C 真的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 C 多少什么东西？ C 多少讲？ Peter 讲他希望他可以考试成功，可是 A 的是讲 Peter 希望他考试成功吧，他没有讲 Peter 讲。 还没有说到 Peter 讲他，OK C 多少一个，所以 C 应该是正确。但是我们看东基先，我们再做比较 ，Right？ 看买第一先要小心。来，君文读东基 ，Peter Mengeri tahu。君文。Peter Mengeri tahu dirinya pada kali ini tentang harapannya untuk berjaya dalam ujian matematik。 Okay, Peter， 谢谢你 ，Peter 告诉他自己，这一次他有他的自己的希望，要成功在五家里面，对不对？很奇怪啊，这个，总之他哪有讲告诉自己嘛，对不对？所以 A 还是 C， 同学们 ，A 还是 C，
你们觉得 A 还是 C？ 你觉得呢 ？A 是讲我希望可以考试成功 ，C 是我讲 ，sorry，A 是 Peter 希望考试成功 ，B 是 Peter 讲他希望他考试成功 ，A 还是 C 比较正确？哪一个？嗯，来，你觉得 A 还是 C？ 啊，你呢？嗯，你呢？嗯 ，OK， 好，所以这一题答案是 C，All right， 这一题答案是 C，OK，、okay? 因为他有讲 got Peter，OK，、okay, 我们看第14题跟15题 ，OK， 还有5分钟吧，是吗？啊，对，还有5分钟，不要浪费，时间不够多。哎，等你讲提早上学哦 ，OK， 有一种人叫做 Adeline 啊 ，OK， 好，我们看第14题，我们讲完14题， 15题我们就 stop， 下个礼拜继续。写了七天，28了，下个礼拜吗？写28号在那个第15题那边，28，7月28，第15题那边写一写7月28在第15题。OK， 下个礼拜你们提醒我。OK， 来，所以我们看第14题。Hello everyone， 我们讲完这个第14题先啊。来，我们派一个人很好的、很乖的 ，OK， 永远不会分心，永远一定很专心上课的人。哎，等一下来读第一题。很明显是反话了。你觉得我在讲你，我有笑吗？Abang Ismail yang bekerja sebagai pembantu lori menerima gaji bulanan tidak mingguan. OK， 这个是 Adeline 的声音来的，不是我声音来的，你看不到我嘴巴开动的。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T 大有问题，发现起来 T 大，就是说这个 Ismail 的哥哥，所以阿爸 Ismail 他自己是做 lorry driver， 他得到的薪水是一个月得到一次，而不是一个礼拜。哎，其实 lorry driver 哦，因为他的危险工作啊，然后那种载泥的、载那种沙啦，他的那种大型的 lorry 啊，他们从这个 KL 马来沙去到九号，就是那种一轮啦、一个月啦，可以有大概10000块的那个薪水，但是是很危险。因为他一定要，就是说他们10000块为什么这么多钱呢？是因为我们从这边再过去，再回来，再过去很多路，所以很危险的。尤其是你累了啊，你还要拼命载啊，然后就容易发生车祸。尤其是在那个 highway 那边，而且要加太快。OK， 是有这么多钱的，因为很危险，但是很危险。OK， 不干民官。OK， 所以第一题的 T 大要改去不干，那个 T 大民官要改去不干民官。然后第二题 ，kejayaan yang saya capai adalah dorongan daripada kedua ibu bapa saya。我离第二个的父母错了，发现起来 kedua， 我全部两个父母应该讲 kedua， dua。第二题了，我全部两个父母不应该讲 kedua 吧？我应该写埋 kedua， dua。OK， 好的，所以第三。Sumbangan kaum wanita, 女人的这个贡献，在 P 档、在 B 档perubatan， 在医学方面呢，提到的半斤档、低碳，你不可以否认女人的贡献，在医疗那边。OK， 对，应该是 boy 了。第三题，这四题应该是 boy 了。第一和第二是错，答案是 B 档。第14题答案是 boy。然后第四题 ，Karim rajin menerima pelajaran， Karim 很勤劳的去学习。虽然他眼睛 blur blur， 可是他还是很努力的学习。他不像一些人眼睛没有 blur blur， 但是思维 blur blur。啊，看不到我。OK， 好，没关系，整不到他，哎呦，整不到他。好了，所以第14题答案是 boy。OK， 好了 ，so that's all for today 了。你们可以去你们的数学班了，来跟我讲一声拜拜就可以离开了。OK， 那最兴奋的时刻终于来临了。All right， 好了。